社会教点要来关心了，猜姓马来西亚籍女大生十三号遭到陈姓男网友杀害，陈尸租屋处。最新消息是嫌犯上午出院了，经由介护下午已经到了士林分局制作笔录。那么陈姓男子当初当初动手杀人后，返回到英哥住处吞药，紧急送医抢救，经过洗胃，现在情况恢复稳定。今天上午呢办理出院，警方完成笔录后，预计稍晚就会移送地检署复讯。